哎呀，这每天开机的时候呢，都是下午4、5点以后了啊。早上嘛就睡着起不来呀，因为外面也没啥事儿，然后中午呢出去吃个饭，就到这个宝哥他们店里头去喝茶，然后聊天儿，多吸取点这个有营养、有价值的信息啊。现在我跟那个娜哥，我们两个又跑到超市这边来买点东西，然后说晚上回去还是自己动手做点饭吃。娜哥进去买菜了，我在这儿看着车。这个车开起来啊，其实挺累的。哦，他买的多，他找个人拎出来的。我跟娜哥现在要开车回家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晚上回家做好吃的。我跟娜哥现在摄影。我们买这豆腐还是叫西施豆腐？西施是酿豆腐的吗？西施卖豆汁儿，卖豆浆呢。豆腐我就切成片儿了啊。切片儿是吧？我来就行。啊，别动，我来，我来。好。我们那个做饭一流啊！你这个白萝卜就是不会打腌小菜吗？腌小菜？可以啊。现在能买到这么好的白萝卜，这应该是进口的吧？进口的，我估计啊，对，说明是从伊朗过来的。这边哪能种这么雪白的萝卜？那哥做饭比我做的好，那哥友情出演，我的室友。我们下午的时候跟小鼠哥他们一块聊天儿。哎，我确实啊，就是过来以后呢，把我想要了解的信息都了解了。就迪拜这边就是美元或者外汇来去自由一点，开公司也方便。就是这个年审啊，他审一次，你们那个旅行社审一次执照就要差不多20000迪，是不是？1.78万吧。1.78万？嗯。那不就跟20000迪差不多？嗯、那一年光年审一个执照3万多块钱，我的妈耶！嗯，你就打算放到冰箱里腌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先把水分给上给做弄出来，然后它才会脆。那至少得出水都得折腾半晚上了，十几分钟吧。得亏找到糖了，不然这糖色都打散了。这个，对，青椒，咱那天吃烧烤剩下的鸡翅，那今天才有功夫，我们慢慢炖一下。这豆腐随便煎一煎，那个很好吃啊。这套锅应该是一套，小铁锅买的，这花花绿绿的可以。我们两个就两道菜，有芡粉锅，我们这儿有啊。你找一下。我今天刚买的。啊？我今天刚买的。哎，我那个应该在这里吗？这个在这里吗？这个吧。有个带盖子的口袋，找点这个。这个是买来就一半吗？还是就这点啊？就这样。我靠，太抠了吧！买来就剩1/3，真的买来就剩一半都不到的感觉。它净含量说是200克，这有200克吗？就拿那个手指头霍道霍道行。筷子。等哪天我闲了，我给你研究一顿拉面。拉面。对，我会麻烦了，我会做拉面。这是个很麻烦的。那是相当麻烦。咱们不用和面的。是，早上和了挺好嘛，晚上吃。哦。下午吃可以。这臭豆腐一定要勾芡，不然不好吃。两个人两个菜，我就先尝一下这个萝卜，这
这也太快了，这个。哇，这手艺可以啊！爽口不？就是我还没看清楚，就已经成了这个。它那个容器太小了，你知道吧？它这个水分其实还没有全干。已经很好了，很脆。如果全干的话更脆，因为它脆完它就没有那个萝卜辣味，它现在会有一点那个萝卜辣味，你知道吗？很好了。正常是没有的。它主要是没有那个，咱那个条件有限。自己做点饭能吃些可口，鸡翅膀非常好。又比他那个饭店一点好。最近饭店吃多了，也吃伤了。喜欢吃这个豆腐，搭配这个萝卜。今天这顿饭吃的就属于无压力，还吃得饱，才7点多我就可以休息了。我们大哥还是一个魔兽世界十几年的老玩家，到现在还在玩的。这边网是不行是吗？网络不好，可能登录不上去。我是从高一吧，差不多高一04年吧。那时候魔兽世界刚进中国，45级的时候我就玩了。我最早玩的是美服，就是美服刚，刚开60级的时候。哎，那时候应该是在2000。03年。不是02、03，反正就是那样吧。那个时候，对。那时候我是在一家工作室，做那个就是属于代练和打金。哦，这原来是专门代练团、打金团的。我后来就是因为国服那个不是美服那段时间，就是说有一个阶段就封号封的特别严重。应该是美，最后应该是国服也开了。他是因为咱们在国内玩那个美服嘛，因为好多打金的，他就查你 IP。对。然后查到这边就全部封掉。就是那个就是打金的太猖狂了。你去查这个。哎，躺着舒服。我们这个网不行。是连的是那边有一个路由器，路由器里插了一张 SIM 卡，然后相当于是用的是 4G 频道。今天啊是来这个迪拜，我真的是10来天了，唯一一天晚上没有出去吃饭的，没有出去唱歌的，没有出去吃烧烤的。哎呀，7点多钟就能让我安安稳稳的躺在这儿，这舒服，该休息了。哎，本身过来就想那个休息休息，结果呢前段时间那真的太累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这休息够了的话，视频就照常更新了，就是每天北京时间12点钟就能更新了。前面几天是不行的，哎，有的时候睡觉都睡不够，哪有精力更新呢？我们这个就我一个人啊。好了，这视频到这儿结束。还忘了。想着聊聊我当年玩魔兽世界啊，对，我们也玩了好多年，就是最后号被盗了嘛，最后就没玩了。哎呀，我以前玩法师的，45级的时代就玩了，然后60级，最后在那个 TBC 之前嘛，我就没玩了，因为等不来呀，等了半天呢，是吧？就这样子了，哎，睡个觉，晚安。